文老爹赶定完。没有错，令人生气的，令人生气又遗憾的，第二步又来了，我们就来再次验证，我们就来再次验证除之后比较好抽这个神话吧。黑悟空，我们要在三次内搞到，没有问题，搞不好第一次就搞到了，他妈的搞笑。好，第一次正常发挥没有关系，三次内看我说的准不准啊。满满的红天空啊，各位观众，看到差异没有？我爸他马上出来了。各位观众看到没有差异？差异就在这里啊，要热腾腾的钻石才会有 Black 悟空。操你妹的万代，真的是操你妹的万代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操你妹的万代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我真是受不了你，还连续两只，还连续两只，各位观众。连续三只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没关系，就算两只也他妈的够扯了。我他妈的再次验证奇迹啊！莫名其妙，乱七八糟，欧贝莱，什么破营运啊？真的是什么破营运哎！气死我的毛了！好了，没关系，抽到就好。看来未来队要崛起了。哎，啊，我的黑悟空嘞！双 Z 能力啊，各位观众，未来队的第一支双 Z 能力啊，超强啊！放这里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的新版未来队就此诞生了。那么，老爹会在最快的时间把它练起来，跟各位分享。那么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